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！我们继续学习啊，《地藏经》的叫做“见闻利益品”第十二品的下半部，要回到这个呃刀立天宫法会的现场啊啊,啊！接下来呢，就是释迦佛在对观世音菩萨在继续说话。 另外啊，观世音菩萨，倘若在未来世，有人在婴儿时期，或是三岁、五岁、十岁以下的儿童时期，父母或是兄弟姐妹往生了，那么这个人呢，长大以后，非常的思念父母，思念亲人，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。那这个人呢，如果能够雕塑。 或者是绘画地藏王菩萨的形象的话，甚至是听到地藏王菩萨的名号，哪怕有一份的恭敬和供养，从一天到七天，真诚恭敬的礼拜和供养的话，这个人往生的亲属如果已经堕入了恶道，本应当在恶道中。 受满该受的苦和惩罚。如果应该在地狱一千年才能解脱的话，他们借助活着的亲人，无论是儿女还是兄弟姐妹，为他们，就是为往生者哈，为他们做了以上的塑像的功德，马上就能获得解脱，转生到人道、天道中享受快乐。 假如这个人往生的亲属本来就有福报的话，虽然往生好，大家不要误会，说往生了和福报有什么关系吗？有，我们在地球上的这个人类哈，他的寿命最长大约就是一百年左右，对，一般就是设定的人类的年龄程序，保养的好，基因好啊，又没有什么战争啊、瘟疫啊，他就是。 也极少数活过一百年，啊，所以以一百年为准，再加上我们各各各种疾病啊，啊，疲劳啊，啊，各种的心理的折磨、烦恼啊，哎，精神刺激呀、啊，就不断的减寿减寿，啊，所以通常活七八十岁已经很不错了啊。所以这个人呢，就是他是有福报的，福报的人他同样也要离开这个世界，叫往生。 那么，如果有福报的人往生之后，他已经在这个天界或者人间有一个快乐的生活的话，那么这个在世的亲人为他做了以上的种种功德呢，会使这个往生的亲人呢，能增加他的功德，增加福气，那么将来呢，还可能会有机会得到佛菩萨的加持，能够享受更长久的安乐。 那么，假使这位在世的亲人呢，能够在二十一天里头，呃，一心一意的瞻仰礼拜地藏王菩萨，诵念地藏王菩萨名号达到一万遍的话，那就可以感应到地藏王菩萨亲自显现无边身，告诉他过世的亲人现在转生到哪里。我简单解释一下啊，这个无边身呢、啊。 我所理解的是，嗯，就是不可思议的无边，就是我们你看，我们这个身体有没有边呢、啊？<laughs> 有啊，一个边缘，一看那么小就就看到了啊。这个无边是指无边无量、无形无色的意思。哎，那如果你能够在睡梦中，或者是用我们的肉眼，就不是想象的哈，就真看到了。 佛菩萨的显像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人的这个功德福分是巨大的，啊，这个人数是很少的人，就有的人修五十年没有用肉眼看到过佛菩萨的像，当然，除非是看的是塑像、画像之外，所以他的无边身是无形、无边、无色、无量，就是嗯没有真正看到，啊，但是也成为看到的一种。 这个状态就是啊，所以它不会显得一个具体的像啊。还有呢，或是在睡梦中，地藏王菩萨现大神力，亲自带领这个人呢，到不同的世界里。这个人就是做供养的这个人，活着的人哈、啊，到不同的世界里去看、去见他过世的亲人们。如果能够每天恭敬的诵念地藏王菩萨的名号一千遍。 连续诵念一千天的话，地藏王菩萨会命令这个人所居住地的土地神来终身护卫他，并能让他在今世丰衣足食，就是很富贵啊，无病无灾，更不会有横事祸事出现。这个人最终得到地藏王菩萨为他摩顶受记啊！你看这多吉祥啊，得到佛菩萨摩顶受记哈、啊。 那么将来的话，他不是一个六道中的人，他是要解脱的，他会脱离六道的意思，就能获得这个永久的生命状态。释迦佛还在接着说哈，啊，另外啊，观世音菩萨，如果未来有想发大慈悲心、想救度一切众生的人，有想要修行觉悟成佛的人，有想要脱离生死轮回的人。 当他们见到地藏王菩萨的形象，听到地藏王菩萨的名号之后，若能真诚的皈依，以香花、衣服、宝贝、饮食等去供养礼拜地藏王菩萨，那这些善良的人就能够迅速的实现愿望，永远没有障碍。还有啊，观世音菩萨，如果有人想要现在。 可未来实现很多很多的愿望，想要做很多的事情，只要他一心皈依、礼敬、供养、赞叹地藏王菩萨的形象，就一定能够达成愿望。啊，这个多重要啊！啊，我们这一生啊，有很多要做的事，自己找工作，找好学校，啊，考上好中学，啊，好高中。 好的大学，将来找上好的工作，找上好的结婚伴侣，啊，将来还要置办家业，买房子，买车，啊，之后还要生孩子，啊，所以很多人说我要生个男孩哎，再生俩女孩这个、就是、你的愿望其实有很多的，这一生哈、啊，哎、嗯，这个佛就说了这样的话。 你只要照着以上的这个供养这样做，你就能实现你所有的愿望，啊，真是不得了哈、啊！如果还希望地藏王菩萨永远呵护我，是指这个呃发愿的这个供养人哈、啊，那么这个人就会在梦中得到地藏王菩萨的摩顶受记。还有观世音菩萨呀、啊，如果在未来世有人对大乘经典， 生起深深的珍惜恭敬之心，发大愿要诵读大乘经典。那如果想读的话呢？但是问题有转折了哈，哪怕是他遇到了非常有名的好的老师，非常认真的教授他，还是随读随忘，就是听了也白听，啊、呃，念了也白念，经历了很多年。 仍然记不住，没法诵读，这是罪业还没有消除的原因，所以就无法诵读大乘经典。啊，你看读不了经，也是这个业力所造成的。啊，像这样的人啊，啊，听到地藏王菩萨的名号，见到地藏王菩萨的形象，真诚的对地藏王菩萨讲述自己的问题，更要以香花。 衣服、饮食、心爱之物来供养地藏王菩萨，还有呢，用一杯净水供在菩萨像前。经过一天一夜之后，要恭敬合十，用很恭敬真诚的心请下净水。为啥叫请下呢？就得到菩萨的加持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这个水、这个水碗就不是普通的水和水碗了啊，带有这个。 佛菩萨加持的法力了，你要有恭敬心，还要面向南方入口前哈，用极其恭敬的心喝下这水，之后还要戒五心、戒酒肉、戒邪淫、戒妄语、戒杀生，这样连续做七天或者是二十一天，那么这个人会在睡梦中能够见到地藏王菩萨现无边身。 给他做水灌顶，当他醒来后呢，马上就会变得聪明。只要听到这部经典，就能永远记住一句话都忘不掉。哦，这个很厉害啊，真的很殊胜无比啊，不可思议哈、啊！我也发现人呢有个开窍的时期哈、啊，一般的开窍达不到这么厉害啊，对，这个得到菩萨的加持之后啊，哎，你那个大脑好像被给更换了一下。 就升级了，成为一个超级大脑啊！真是厉害啊！好，佛还在继续说，还有啊，观世音菩萨，如果未来有人缺衣少食，非常贫苦，所求不得，还多病多灾，恶事不断，家宅不安，妻离子散，各种飞来横祸和讨厌的事常常出现，并且常做惊恐的噩梦，像这样的人。 听到地藏王菩萨的名号，见到地藏王菩萨的形象，若能以至诚心恭敬诵念地藏王菩萨名号一万遍，那么诸多的不如意的事啊，就都会渐渐消失，很快就能得到安乐的生活，丰衣足食，睡觉也会很安详。还有啊，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有人因为要谋生， 或者是因为有事要出差，或是因为私事要出门，或是因为有生死大事要办、有急事要解决、不得已要进入山林、渡河、渡海，乃至经历有大水的地方，或是危险的道路，这个人在出发前要真诚诵念地藏王菩萨名号一万遍，那么他要经过的一切地方。 都会有鬼神保护他，行住坐卧都平平安安。哪怕在路上碰到了豺狼虎豹，或者是各种毒害，都不能伤害到他。释迦佛告诉观世音菩萨说：“这位地藏王菩萨与地球上的众生有极大的因缘。如果要把地藏王菩萨利益众生的事迹都说一遍的话。” 那就永远都说不完的。因此，观世音菩萨，你要以你的神力来宣扬、传播这部不可思议的经典，让大千世界的众生在恒久的未来永享平安与快乐。这时，释迦佛用寄语的方式再次叙述了一遍：无关地藏威神力。 恒河沙劫说难尽，见闻瞻礼一念间，利益人天无量事。若男若女若龙神，报尽应当堕恶道。至心皈依大士身，受命转增除罪障。少师父母恩爱者。 未知魂神在何去，兄弟姊妹及诸亲，生长以来皆不识，或素或化大士身，悲恋瞻礼不暂舍。三七日中念其名，菩萨当现无边体，是其眷属所生界。 众多恶趣寻出离，若能不退是初心，即获魔顶受圣记。欲修无上菩提者，乃至出离三界苦。世人既发大悲心，先当瞻礼大势相，一切诸愿速成就，永无业障能遮止。 有人发心念经典，欲度群迷超彼岸，随力誓愿不思议，悬读悬望多费诗，斯人有业障祸故，于大乘经不能记。供养地藏以香华，衣服饮食住玩具。 以静水安大事前，一日一夜求福之。发因众心慎五心，酒肉邪淫及妄语。三七日内勿杀害，至心思念大事明。即于梦中见无边。 觉来便得立根耳，应是经教立耳闻，千万声中永不忘。以是大事不思议，能使斯人获此慧。贫穷众生及疾病，家宅凶衰，眷属离。 睡梦之中须不安，求者乖尾无称随。至心瞻礼地藏相，一切恶事皆消灭。至于梦中尽得安，衣食丰饶神鬼护。欲入山林及渡海。 毒恶禽兽及恶人，恶神恶鬼并恶风，一切诸难诸苦恼，但当瞻礼及供养，地藏菩萨大势相，如是山林大海中，应是诸恶皆消灭，观音智心听吾说。 地藏无尽不思议，百千万劫说不周，广宣大事如是力。地藏名字人若闻，乃至见相沾礼者，香华衣服饮食奉供养，百千寿妙乐。 若能以此回法界，毕竟成佛超生死。是故观音入当知，普告恒沙诸国土。这样呢，就第十二品就圆满了。 在经文中，佛陀讲到，如果有人在童年时期失去了亲人，他想要知道亲人往生到了哪里，就会塑化地藏王菩萨的形象，然后恭敬瞻礼一天到七天，莫退初心，这样就能真正的帮助到往生的亲人们。这里有一句话叫“莫退初心”，想请师父再为我们仔细的讲解一下。这个。 初心在当代好像很多言论之中，呃，尤其是在中国哈、啊，当代很多人都都说到了这句话哈、啊。还有就是莫忘初心，啊、嗯、初心应该是指你这是当时有所求嘛？比如说老人病重啊，病的病的重的不得了了，啊、嗯、你求佛菩萨保佑，那个时候那个心就是发心很真诚、很沉重，那个就是真心。 的百分比来说是百分之百，啊，因为医生也治不了了，怎么办？求佛菩萨吧，非常的真诚，啊，那这里讲的这个莫退初心呢，说等这个老人要么已经好了，要么就已经往生完了，啊，比如说七年以后，你还能回到当初那么真诚祈求佛菩萨护佑的时候。 那样的真诚嘛，这不可能嘛！你的心已经调整了七年了，别说七年了，就是一年之后，就是三个月之后，都可能有了很多的改变。第一个，我现在不求了，我现在没有这个危机感，甚至都想不出我要有个真诚恭敬的心呢，都想不到这一点。嗯、呃，所以呢，但是为什么佛我就简单直白的说哈，佛为什么提醒我们这里呢？ 就是你要尽量要想方设法让自己，要是提醒自己保持一个呃无比真诚恭敬的心，那么这个对我们是有好处的。那佛已经成佛，对他来说好坏无所谓，反正对他来一切都是好，世界就是这样。但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美好的回报，佛菩萨的能力能量来加持护佑我们的话。 我们就会从痛苦、烦恼、贫穷啊，反正各种的不好的状态之中，就能够得到好处，得到解脱，得到帮助啊！啊，所以这个初心，我这里讲的就是最初那份最真诚的心。所以这个初心呢，我在比喻哈，还有说恋爱的啊，这两个人等等认识之后，最最热恋的那个那个时候的时候啊。 那个心可是男女双方都是牵挂在对方身上，对不对？对你那颗心和再过了三年以后要打架离婚的那个心，这两个比反差太大了。所以我那么讲案例的时候也经常说到，这个这对夫妻到去离婚或者到准备离婚的时候，有时候对方还傻傻的一问：“哎，今天咱们走向这一场，当年你不是说呢，如无论地老天荒。” 地球爆炸，你还都是绝对的爱我，是吧？哎，也有人会究竟这个这句话，那对方会怎么回答呢？当时你多好啊，那现在你多差呀，说没想到你现在出了问题，是吧？没想到原来的你是这么坏，所以当初你的好是伪装的，我是上当了。所以反正各种说法都有，对不对？就从心理学来说，我们其实这个意识哈。 意识、意念是一瞬间就会变化的，啊，呃，我们在看那种呃高级的拍卖会上，在那儿举牌的那些人，我在看一个视频上，比如他准备买这个东西，花一万美金，啊，比如买一个非常高级的茶杯，啊，美国前总统用过，啊，哎、呃。 准备一万块钱，行了，我最多出一万二啊，一万二。等到了喊到一万二的时候，还有十几个人说一万三、一万五、一万八、两万八。本来准备一万二呢，就全被打晕了，啊！讲到这的时候，拍卖官就是说，嗯，其实啊，全美国就这一个杯子，当时一共做了二十五个，全打碎了。而且我们调查事实，这个确实美国前总统用过，比如说十年前拍卖一个。 前总统用的烟灰缸啊，卖了十二万，现在我们这才喊到两万八而已啊！这大家一听哇，五万八、六万八、八万八、十万八，拿一万二来的人是根本就当场吐血了啊！甚至，但但是听了介绍的人一介绍之后，吐完血之后说，说我出十八万啊，这有可能啊！从想出一万二。 到出了十八万，这个过程是在两三分钟之内完成的，这个变化，并且还真出钱了。你说他的理智在哪里呢？难道出了十八万就是一种不理智吗？如果到明年他再卖一次，卖到一百八十万呢？你没有买的人不是后悔了？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就是说，当初如果我二十八万我也买呀、啊，你不是也后悔吗？ 那什么什么叫理智呢？所有的大事其实就是那一刹那的感受，那种感受促使你做了一种叫做价值观的决定，甚至是婚姻的决定。婚姻的决定都是叫巨大决定，所以你做那个巨大决定的时候，其实并没有讨论它有多好，但是就是一种感觉，刹那间做的这个决定，就是我们所说的所谓的初心。 所以有多少人说佛呀？我一见你我就发心了，我想跪在那儿。有，你临死的时候，还临死都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，还临死变成鬼魂才开始害怕，因为死之前啥都不怕。还有收到医生的最最终的一个通知书的时候，才开始思考：地狱在哪里？灵魂去哪里？我死了之后去哪里？对不对？有没有朋友在那接我？对不对？就一大堆的。 这种心就来了，所以那个初心在哪里呢？其实，在你最需要的时候，你才有一种特别认真的一种愿望，那个愿望而让你产生的那个心，就是所谓的那个最真诚的心。所以这里所讲的就是你最初最真诚、是恭敬佛的心。啊，我们绕了一大圈子，让大家懂得初心的概念，哈。 希望回到你最真诚的恭敬之心，嗯、师父。那么在经文当中讲到，在世的人他有一个亲属往生了呢，还是有福报的？那已经升到了天道之中，他的在世的亲人还继续给他做功德。那都已经去了天道了，这么享福的一个世界了，我们还要继续做功德呀？首先，我们要理解什么是天道啊。 天道也属于六道以内，生命有终止的那一天，所以佛在《地藏经》之中也说了，说如果有一天你的天福享尽，对不对？你会有一天到了一个终点的时候，接下来也许掉入地狱。所以当我们的亲人为我们继续做功德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有功德的这个生命，已经比如说在天道了，够好吧？ 但是会使他的在那里的这个福分更加延长，延长若干倍，啊，这是一个。那么第二个的话呢，会增加他的与佛菩萨可能有学习、接触或被度化的机会。因为我们在六道以内的往生啊，比如说往生到天道啊，甚至成天王，就了不起了吗？还没有，它不是叫绝对的好。 它是一个叫有限的好，就是时光有限。当转增圣音的时候哈、啊，就是这个这里的圣呢，就是遇到佛菩萨的意思，就是得到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启发之后呢，有可能他叫叫他彻底解脱啊。像之前咱们讲到进入这个究竟涅槃一样，究竟涅槃就已经超越了六道了，不在六道的这个统治范围以内。 那么他们生命的话，将是无穷无尽的，啊，并且他不受那些六道之中的苦。所以在佛经里所说最高的境界叫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不是说天天哈哈大笑，而是说没有苦恼，没有任何苦恼。那比如说你在在这个六道的天界之中，是吧？当有一天你的寿命要尽了，你烦不烦呢、啊？ 哎，发现自己长皱纹了，烦恼心升起来了。哎，是非就会发生。说看到旁边的人比我更漂亮了，自己烦恼也会升起。这是天人之中会有的。所以阿修罗和天王总是在打架呀，所以那个天国也在打。它是有战争的，啊，有争斗啊，有利益争斗，会有烦恼。所以我们为有福分的这个亲人。 做了供养的功德之后呢，让他们这个富贵快乐更长久，还有机会遇到佛菩萨的救度，这是一个非常吉祥的事、嗯。太好了。嗯。师父，经文当中呢提到了有一位不是特别开窍的人，但是他特别有心愿，想诵读地藏经，可是因自己的业障未清除，诵读不出来。这个时候佛就。 指导这位啊、呃、有心愿的人在地藏王菩萨像前供净水。那其中呢会讲到服下这个净水之后呢，还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是：慎五辛、酒肉、邪淫、妄语及助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。那请教师傅，这个五辛是指什么？通常我们用于调料的东西呢，都是叫辛辣类的。 它的味道是比较明显的，就是味道重的，啊，是吧？大家所说的重口味，呃，我们比如说辣椒、胡椒，哎，花椒，哎，还有这个葱蒜，这些都是比较叫辛辣的配料。那么辛辣当中有辣和高热量的意思，嗯。 那所以在这个学习的时候呢，大概大家记住有三种东西，在这个时候是不能使用的，嗯，比如说葱、蒜、韭菜，它不是同一种味道，但是近似的味道，对,对,对很刺激的。尤其吃的人很痛快，但是闻的人很难受，对不对？对,对,对。那个五辛呢，它的。 究竟里头有不同的一些这种解释，还有的是说包括芫荽，就是香菜也不行。但是这个说法不统一。再就是说，还有说洋葱，洋葱这概念过去呢是在中东地区、意大利地区比较多。你看现在意大利餐当中，意大利人拿着可刀削洋葱来烤，是吧？那五心之中，通常大家记住三心基本上就对了哈，就是。 葱、蒜、韭菜，那这里包含了洋葱，啊，还有一种叫小蒜头，啊，这些都属于叫做大概就是五辛，就是这个以葱为首的类似味道的这种菜或者调料，就在这个期间不要用。还有呢，不要用酒，啊，不要吃肉，啊。 呃，不要杀生，啊，不要邪淫，啊，啊，不能妄语。妄语当中包含骂人、骗人，啊，对，说脏话，就是不能有妄语。那那为什么在去喝这个恭敬的这一一碗净水的时候，为什么对你有这个饮食和语言和行为上的要求呢？ 因为你不是喝了这个水对你有帮助吗？所以喝了这个水之后，喝了这个净水的时候，你不能有这些不好的东西同时填到肚子里去。还有呢，你不让你做的事，你喝了这碗净水之后，你不能去做，一做就破了这个事情。就好，这杯这碗水呢，就好比是一碗药。那你做了这里做规范不能做的事儿，做了喝了这碗药，做了这个事。 这这碗药白喝了，啊！所以为了保证药效啊，保证喝药的功效，所以你喝这个药就不能做这些事儿，不能吃这个五辛的这些食物，呃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来保证你的效果嘛。嗯，因为这个是给普通众生所讲的，他并并没有要求你永远不要去做，是不是啊？他是说你在最好是在七天和二十一天里头不要做。 他只是有了一个有限的时间以内不要做、嗯。那佛陀在这里讲，那如果他这样做了呢？这样的善人，他就能在睡梦中见到地藏王菩萨现无边身于世人处受灌顶水。那我要是这么做了，梦不到这个水灌顶，我怎么知道佛菩萨来加持我了呢？还是佛菩萨没有收到呢？对，我觉得这是佛菩萨要做的事情。 就说你没有感受，是因为你麻木。你多少人打针的说打了吗？说打完了，哎。所以有很多人的这个敏感度不一样哈。对，佛说了就会给你灌顶啊。对，灌顶你就变聪明智慧了。你最后由结果决定，佛有没帮你，对不，你就变聪明了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这是有没有感受。像有些人你说在海边哈，比如说你说老人身体弱一点，在海边那个风。 他几乎那个个旗帜都飘不起来。老人说：“不行，风太大，得穿个雨衣出去，是吧？”你看他孙女呢，穿个小短裤，穿个小背心露着大膀子，是不是？还在那海边趟水呢？哎呀，说真无聊，一点风没有。你看，同样这一件事情的发生，我们的感受完全不同。那我们怎么理解呢？佛菩萨帮你就是帮了，由结果来决定，但是不要由感受来决定。 对，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我们的觉受就是对的，这不要追求你所是不是真看到。其实佛菩萨的境界，你看刚才咱们讲到这个无色界是吧？无色界它其实其实是无色身的意思，它这个我们这个看似的物质的这个物这个身体是没有的，佛呢？ 他的化身充满着这个世界，所以他的这个肉身不在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他在帮你的时候，他要让你非得感觉到，一定是一个极重要的事情，才让你感觉到和梦到。所以通常他帮你的时候，你并没有一种感觉，像拿电击棍上当电了一下，你的腰麻了一阵子，没有，很少有人说，我就看到啊，一个什么水灌顶或者佛的手放在我的头上，很少的。 所以我们得到帮助的本身，并不代表我们有此感受，请记住这个就好了，好吧？好，师傅。那么，其实，在听讲经的过程中，我们有很多网友很懊恼之前犯下的错误。那有一位网友还是很有勇气的，他说：“师傅，我之前有做过诈骗行业一阵子，现在已经没再做了，我怕下地狱，我该怎么做呀？” 我觉得这位网友还是很有勇气的，能够来告诉师傅，嗯，他也想祈请师傅能够指引他。那如果之前做这个诈骗哈、骗人的这个营生的话呢，这个现在的醒悟也有他的醒悟的原因啊，一个是嗯、呃，突然之间接触佛法而醒悟的，还有的说已经有因果报应来了啊。 所以呢，我是建议你呢，赶快做功德，之前诈骗来的钱财物要全部供养捐献出来，才可以。留下的全是灾祸，它也会放大的。之前我们讲的是你去供佛的发心，是吧？是舍一得万以上，对不对？那你偷盗欺骗来的这些财物呢？ 他不一定让你赔那么多钱，让你倒霉。你偷了一块钱，倒一万份的霉，就是这如此哈。他也会放大。那所以的话，你这个，你第一个你要忏悔，忏悔就是悔改，不再做啊。那么第二个，你这些骗来的财物全部要供养捐献出来啊，千万别留着，要不然都是灾祸呀。留给子女花，灾难到子女身上。 啊、哦，留给你家人花，那灾难一直跟随他进地狱啊！因为这些行为，包括偷盗哈、啊，也有它还含有叫做间接杀人之罪啊。有的人是要看病的钱的，棺材本钱你给偷了呀，是吧？在台湾很多老人那个养养命钱、养老钱你给偷了，给骗了，他将来怎么办？一个老人流落街头，你心于心何忍啊？ 你不等于杀人吗？对不对？你骗一个老人就死一个老人，骗两个老人就死两个老人，这条命找谁去要啊？他们死了之后变成厉鬼来抓你，啊，抓不了你抓你孩子，你自己选一个吧，这很恐怖的啊！所以你这些钱物都要捐出来，去做功德了。好，师傅，那还有一个网友啊也是提问，他说：“师傅啊，在修行的时候。” 总是突然间会有不好的想法冒出来，然后呢就自责，导致修行不能集中，甚至是无法继续下去。那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和地藏王菩萨沟通，祈祷我能够得到更好的修行的这个效果和加持呢？先不要说业力的问题了哈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刹那间的这个意念哈，就是瞬间变化着，所以我们内心充满了矛盾。今天我要说念佛，我说那我不要念佛。 说今天我要去布施行善，那我不要布施行善；说我也早点起来做功课，说我偏要睡懒觉，这总有另外一个自我在站出来，但是不是另外的人，都是你自己，因为你可以有选择性。啊，师傅说你要吃素，你要念佛，你要呃做早课，但是你做的时候说凭什么去做？我就不做。什么样的人有这个资格在那顶撞和矛盾呢？ 你没有接到死亡通知书的人，你当然有资格去顶撞了。五年前我提醒过的人说：“你可早来修哈。”他说：“我这活蹦乱跳的，我事业那么大，我谁都顾不上。”还有人上班族说：“我那么忙，我也不伺候，我不挣钱，我老婆孩子喝西北风啊，所以我不能禅修，所以我一定要去挣钱，是吧？”大老板就是我这么大的事业，我不能把他们全抛下，我一定要继续管理，都有一个去干活的理由，对不对？ 我就是逃避修行，因为逃避修行他就不赚钱了嘛。好，那有的五年，有的三年，有的一年以后，就是找我师傅，弟子现在觉悟了，听话了，你说让我干啥吧，说吧。医生告诉你啥了？哦，癌症晚期还有三个月，冲就这样，他就老实了。就当他没有选择的时候，就没有条件可谈。这如果有这个决心的话，好，你每天跪在佛前忏悔一个小时，念佛一个小时。 做大公文两个小时，走八卦一个小时，你看这一天五个小时你做下来就可以。你这样做做，说不定三个月之后你还存在。说这样啊、哦，太好了，还还很感激。所以提这个问题的网友来说，你耽误的是你自己啊，因为你还有选择。等你到那一天没有选择的时候，你找我我也救不了你。 师傅，那么还有一位网友，他说我听《地藏经》的时候啊，心里一直有所感应，好像能够感受到我已经去世的公公婆婆的信息，让我感到心神不宁。他也为他们去点了灯，但是呢，他还有这种隐约的感觉，有一些不安宁。他想请问师傅，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到他这样的一种情况？或者他说我应该佩戴一些什么样的吉祥物？ 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个世界，仅仅是一个层面的世界。我们我以为呢，我个人以为，至少还有三个世界以上的世界，共同的使用着我们人类的世界。但是他们看得见我们，我们看不见他们。就是它是更高等的生命，啊，或者它是一种特有的生命，比如比我们更低级的鬼魂。 能量比我们低，但是我们看不见它。这是这个宇宙设定的这种鬼魂存在的程序，就是这样。它是一种非物质的存在的，就是不是肉体物质性的这个生命体，所以在共同使用的这个世界。所以呢，所以当我们与我们的祖先呢，还有就冤亲债主，比如你过去伤害过的这个。 生灵，尤其是生命类的，你杀过的猪，啊，杀过的鸭，啊，杀过的什么动物，打死的黄鼠狼，啊，这些或者杀的人，他有可能是来报仇。有的人到了阎阎王爷那里之后，阎王爷说你是该让他杀，因为前世你杀了他三次了，这次他杀回来了，就说想通了，好了，我不报复了，再转世去个平安的人家过好日子，对不对？变成一个普通的商人，没有争斗。 那么也有也有人和生命，当被你杀了之后，他愤愤不平，没有机会来解从心灵里解脱，所以他有怨恨，所以我要找找机会杀你，我杀不了你，我折磨你。这样，所以当我们哎有的时候就是说有那个梦魇，就觉得哦那个一个邪气压着我动不了，心里明白就是动不了，对不对？比如说这个现象，或者你总看着有点怪怪的影子一直的来来来看你。 是吧？那这些都可能是叫冤亲债主，冤亲债主通常是因为伤害而形成的结冤的那个冤家是这样，他会伤害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没有做好那么多的功德与处理，将他们全安顿好，还没有将他们给超度了，没把这个怨气给抚平了，所以呢，他有时候来到你家来找你。 或者找你的家人啊，所以我们想避开这个的话，也有一些方法啊，我们的什么金刚诀呀、金刚金刚杵呀，还有我们的唐卡像啊、啊佛像啊，那么还有平时容易带在身上的哈、啊，这个像沉香、檀香啊所制成的念珠啊、佛珠念珠。 还有佛拍造像，还有宝石美玉啊，宝石美玉它更容易存储这个吉祥能量，就是它，比如说红宝石，它本来就就充满了一种阳性的能量，它能避开鬼邪的，是给人增加好运气的啊。对，还有呢，天珠类的，这个天珠类的东西呢，就是我们所给它赋予的能量，就让它避邪。 啊，避开这些啊鬼气邪气，啊，对，就是在中东地区，在西藏一直有这个流传，这个说法啊，对，所以这是他容易带到身上去，因为它比较轻，容易带在身上，所以这个气，这个气息能量，它就可以辟邪。 好，师傅，还有一个网友也是提问，嗯、他说：“师傅好，听到师傅讲这个《地藏经》啊，佛菩萨都是在人道啊、天道啊啊在讲法，那就想问师傅，佛菩萨会不会去三恶道讲法？这三恶道的众生，他们能听闻佛法吗？”嗯、呃，我不知道，我所知道的呢，就是在于最低就是人道能听懂佛法，其他动物很难听懂。 啊，因为一般动物的语言没有人类丰富，哎、啊，它要具备就是觉悟的，叫做基本的资料。所以一个一个一般动物，它不具备这个因缘。你比如说地藏王，其实已经成佛，他就下地狱去度众生。但是众生在那儿接受惩罚的过程，哈，被折磨的吧，就没脑子解脱了，就他没有这么高的智慧。 来去进行产生悟性啊、修行啊、功德呀，他失去了这个机会，而反而呢，在众生之中容易去成就的是人类啊，所以佛会去三恶道，但是你到三恶道解脱的机会不如人更多，所以我们要珍惜身为人生的这样一个难得机缘，而且还能听闻到佛法。 真的是要抓住这个机会，好好修。荆中呢，地藏王菩萨也是讲了很多，我们要做供养哈。嗯、那有一个网友就问说，就是也是假设性的问说，师傅啊，那我要是有一万块钱，那我是把它捐给穷人，就是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呢？我还是把它供养给佛菩萨更好？嗯、如果你有这个发心，怎么做也不是错误。比如说有穷人正在挨饿哈，啊,嗯、啊，比如说上有八十老母挨饿。 底下有小宝宝要等着吃奶、吃饭、挨饿，这个、你给他一些钱、一些粮食，他用于这个真正就紧急挨饿的这个这个慈善行为是值得嘉奖的，这是可以的，对，这个是挺好的。但是有时候呢，还有很多国际上一些慈善机构哈，哎、嗯，就是如果让你成为一个捐款人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想？ 说我如果给了你这么多现金，你拿这个现金真的是用于生活吗？那但是我所知道，北美地区有很多流浪街头的人，是因为吸毒，是因为吸毒，这是个真实现象。因为吸毒品的，它那个比较贵呀、啊，那至少都是几十块的、上百块钱美金一包。那你这一天你消费得起吗？ 你又没有收入，不打工的话，而且吸了那么多毒之后，他没法工作，他牙都掉了，很年轻牙都掉了，骨头都酥了。为什么掉牙呢？整个骨头都坏了。很多三十岁的人哈，他走路的姿态比九十岁的人还还还漂浮，还晃悠。就是有很多国际的大慈善机构，有很多是你需要米呢和。 其他用品我给你配好了，给你一份也不要太多。比如说如果能吃一个月的，你一看哇，这么一大堆啊，你一下卖掉了半个月的了。卖掉半个月拿这个钱呢，做一些其实挺非法的行为，比如说赌博和吸毒之类的，或者还有其他的恶的行为，这个就非常不好。但是紧急的，比如说天灾人祸，我们去帮助你。普通的贫穷，每个国家都有很多比例的这个穷人。 完全去靠社会救济的话也是错的，因为很多人我就是好吃懒做不干活，我就不出门。佛法它的神奇之处呢，就是说我们发心捐给道场，那道场带给众生的利益是什么呢？其实让大家读懂这个道理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比如说苦是怎么造成的，苦的来源，苦来源之中有从疾病苦。 呃，精神苦，这个情绪苦，是吧？哎，经济困难，这些所有的苦都含在里头。你能认得清这个苦，那同时呢，你认得清就可以回避这个苦啊。比如说，哎，发现我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原来我的苦不是我笨，但是是我懒惰，太懒了。人家都去工作了，我呢九点半头才起床，至少失去上午工作的机会嘛。那你就收入就减少了，所以。 给道场的好处是教化众生，啊，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，啊，明白因果的这个关系，你就可以叫脱离痛苦，啊，那更高境界的呢，就是众善奉行，要发出利益众生的这样的愿望，啊，而且还去真正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，所以学佛法的好处是，对整个社会。 从根本上产生了根本的教化的救度。这个钱去该给谁呢？我还做了这么一个想法，啊，比如说我有一笔钱，我我本人呢，我就特别想去救助那些得病的人、病人。就是，比如说我那个母亲和我奶奶都是重病去世的，所以我有个发心，希望我成为医生。结果我成为了医生。 我有了这个行医执照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希望让更多的人成为医生，让天下所有的母亲都减少病痛，对吧？随时可以看病，所以我要拿这笔钱培养出更多的医生来，而不要拿这笔钱全给了病人，给他买止痛药。我们的道场就是类似像培养医生的这个医学院，哎、呃，培养大医生来医治众生的。 一切种种疾苦，所以为什么这里你看整个这个经文贯穿着，说，当人家往生的时候，我们要希望他不要堕入下三道的时候，要拿出他的田产、财物、宝贝来供养布施呢？为啥呢？你这是最需要，对不对？你将来你能往生到一个好的地方，那也会有人会想了，呃，有头脑会经营的人士说，那你的道场拿这些财富干嘛呢？ 这些财富，当大家真有天灾人祸的时候，是叫应急性救助。第二个，那平时呢？平时佛法就在于教化，成为慈悲的人、善良的人、爱护众生的人，啊，不贪便宜的人，是热爱众生的人、不杀生的人，对不对？他是整个是关心救度社会的人。所以教化对心灵的教化。 是，我觉得比那个比给一个一般的贫穷来相比的话，我个人认为，哎，我觉得宁可把这个钱多数给到教化的机构，其实是更重要。哎，我们《地藏经》呢，就是针对我们芸芸众生啊所讲的，就是让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容易去修行，容易和。 地藏王菩萨产生互动，哪怕呃地藏王菩萨的名号一一进入你的耳朵，你都能得到帮助，得到救助，这个多好啊！那有人说有这么神奇吗？不是因为这个神奇，而是因为这个伟大的愿望啊，慈悲的愿望啊，就像慈悲的母亲爱护我们这些孩子一样。 这样慈悲的爱护我们，所以才有这样的慈悲心的愿望发出来，啊！所以对于我来说，我读懂了，我欢喜、接受、赞叹、赞美，无限的感恩。嗯，愿今天我们所讲的啊，这个第十二品啊下半部的，如果有功德的话啊，那回向给法界。 回向宇宙，回向一切众生，让一切有缘众生离苦得乐，幸福安康，人人都有饭吃，人人都有笑容，世界和平。